但是他都没吹过，他没去钓鱼。他就说你只要打一个多，你买这个东西。房子跟杨明那个位置，晓得不到，也不到房子，就是大概那个位置。你看这房子好，我看你找个小洞。
烦他了，我也烦，我这也没法。他产生一种我这个全场都没了，我一边没全场看，我这。二十就交了。
大姐姐，你看看，大姐姐，你看看，看那大串行了没有？那个大脚铃，看那大串。
好意思，叫我那么高。跑了一个圈，硬是把你搞死，搞得这个太。常发一些这个人来人往的。
都捡了之后。Thank you.